再来省一省，那么早上前人慈悲把忏悔的因缘都弃掉，所以今天我们都是那么可以讲老师是我们的徒弟，是老前人今天的好后学，所以从早上的那些课程当中灯笼戏。
Thank you.
我们各位在座的前点，好不好？在黄土，在你们，你们被马小川管家所引诱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是不是这样？没有。北投水是华人，总是华人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，好像是印度朋友，有没有？有有有。后水不晓得他会不会唱啊？不会。得力嘞，不懂。我就很短的两句好不好？好。这两句之中呢，虽然是很短，不过呢，启发我们人生对这个修道这个路途啊，也是非常的有帮助。哎，虽然你们听得不懂，不过后学有所体会，就是这两句而已啦。啊，这两句是启发我们对这人生啊，不要有那个消极啦。这样哈、哦，最后学唱两句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几句也没有关系啊。தினதான் அறுக்கும் அறுக்கத்து நீ இரு இரு நீதி மறையத்து நீ ஜாவா Bye.
唱来。说不完前人爱心，道不尽前人之意，理想背景来到这里，在黑暗里。
年前，那么我们在唱校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擦着眼泪啊，流着泪水。所以我们从这首歌里面，让我们真正体会到过往的一切，虽然我们可能对父母亲那么有很多可能不太及的地方，借用这首歌，借用刚才秦岩老师非常的孝道，让我们在此时所流下的眼泪把它擦干。流眼泪的不是都是年轻人，也有中年人，也有老年人，年纪大的想到儿女，年纪轻的想起我们对父母的一切可能都不太够。所以我们感谢前人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们听到孝道，也让我们唱这首歌大家能够反省。现在我们下课休息三个字好不好？上来，